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一普通话的课堂，我是莲欧娜老师。我们今天一起学习从来，从来，从来。我从来没去过中国，我从来没去过中国。我从来没去过中国。Amy 从来不穿裙子。Amy 从来不穿裙子。Amy 从来不穿裙子。好了，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次再见。